happens. XIQU身形笨重，不能灵活转向，若能利用地势，必能挫其锋锐，将之击败。棘手的凶手，他竟然一己之力出去。不对，凶手出现七年来，从未听说过有人能击败。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我明白了，是你救了我。什么？
他身上的黑气似有蹊跷。我去看看。你做什么？修武。小秋，如任务，现有缘何在此？属下缉拿魁宇失手，经严波泉眼撤离魔界时，遭遇魔尊重楼阻击，坠落人界。春子姐已失落于严波。重楼现身严波泉眼，魔界已有所警觉了吗？